哈，针对这个图片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背景白色啊，我想要整个直接拿掉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。因为有时候呢，我们假设叠到这个地方，你看是不是就盖住了下面这张图？所以啊，怎么样去把就是后面那个背景白色拿掉？好，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呢，因为这是图片嘛，这是图片，快速点两下，针对这个校正这里面图片校正选项，或者是这边色彩有一个设定透明色，就点一下这个白色，它就变透明了，这张图就变透明了，有看到啊？完全没有压到下面那一层。那因为这个地方不是重点，所以其实刻意的拉出去外面都没关系，因为我不希望说盖住这些字嘛。